你打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看我，你要是个能看时间长的这个兄弟，你应该能知道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基本上三界打野，每把上路都是炸，就是炸了也不太好赢，因为毕竟咱不是像剑姬这种英雄，他起来没有那么特别的无敌。有一些像卡萨丁了、什么死哥这种玩意儿了，全军出击，这不太好办都。这把忘带魔抗了，打狗熊应该带魔抗，他 AP 伤害也比较多。希望他们的河岸多过几周。红宝石，这么高级的出装吗？狗熊现在好像都主 Q。 嗯，
推不过去，我1500块钱出个800，其实出一个紫星宣告好，出的不太好。来了，帮你看一眼啊，没打应该可以接受。哎呦啊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狗熊要战草丛，然后放E，我明白了，我差不多明白啥意思了。他上边交没交闪？交了是吧？行。我忘了。
没事，我插个眼看看。艾克来其实都没事儿。有事儿，有事儿。还行，塔没掉。希望他们的河岸多过几周。你这下去我不拿一血塔了吗？起飞。我先看一眼中路能不能杀啊，有眼儿啊，上来了，直接上不能杀，跑不了。这么快，你们竟然要杀潘森兄弟啊，这是不是有点
左边，来，你上我下，我看他俩往哪跑。这里有眼儿，可以，可上。你给我技能啊！小龙，你们小龙，我收下路线儿。不能，我回家呀。这先锋可以拿，那下路线都那样式了，我还能带进去吗？我不能带了。我来整你。我头一回见着潘森不出提亚马特的。不出提亚马特清线能清过去吗？哎，我已经挺长时间没出过幽梦这件装备了。自从猴改完版，我就告别这件装备了。艾克没在侧面就行，艾克在正面，一百三就随便打。干什么呢？这难死啊！瞬间爆炸！差一把啊，一个叉一个对儿。